遇人溺水不慌张，救溺五步心中放，叫叫声抛滑，叫大声呼救，叫拨打119等求救电话。伸，利用延伸物，例如竹竿、树枝等救援。抛，抛送漂浮物，例如球、绳、瓶等。滑，利用大型浮具滑过去，例如船、救生圈、浮木、保利龙等。救溺五步，叫叫声抛滑。教育部关心您。